是谁？是那个人吗？那是谁啊？这人是谁啊？这人是谁啊？你好。好可怕哦！你好，请问你是小天使吗？请问你是谁？你是来拯救我的小天使吗？好可怕哦，这个人！很可怕啦，我很害怕这种。但这个车很，是谁啊？哎，谁啊？还是他是要带我去找他？那我上车跟着他走。我看不到对方是谁吗？我没办法去看对方是谁吗 ？NPC 至少还会跟我说话，他完全不跟我说。哎、欸，我完全不知道去哪里，这是哪里啊？哪位啊？好怪的人哦！他在哪里啊？揍他吗？不行，我拒绝暴力。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小姐，你有什么事？你是谁啊？你好像变态啊！你是变态吗？你是尾随我的变态吗？天哪！没有我只是在这里找东西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说别人？你这么无理的家伙！